阳自然生态公园位于台北市大安区富阳街底，离捷运林光站仅五分钟路程，占地 3.8 公顷。自日据时代即以该地作为弹药库，光复以后为国军驻守。公园共有八大主题区，包括入口解说区、生态溪流富裕区、人文史迹展示区、自然演艺区、赏蝶区、大赤鼯鼠观察区、台北树蛙观察区、恋恋蝉声休憩区等。台北大纵走第七段路线的樟树步道，每年都会种植各种开花植物，让步道沿线的被耕农的蜕变为猫空地区的著名景点。今年的万阳向日葵盛开，金黄色的花朵们一朵朵挺直了腰杆迎接前来赏花的游客，花如其名的在草地上绽放出成千上万的小太阳。大家可安排在的一日游的行程，搭乘猫空缆车眺望台北城市美景，在猫空品茶谈天，或是造访指南宫，在参拜祈福的路途中洗涤心灵。此外，动物园也是极佳的去处，可以在接触各种动物的同时，感受大自然的奥妙。在即将到来的周末，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同前往樟树步道，体验向日葵的灿烂活力。台北大纵走第七段，从世界山庄至镇大间，大约三公里多路程。只是沿着车水马龙的台北市街道走，这段路可将之视为衔接路段，让台北大纵走可以完整串联。这段木栅地区的街道，可以步行，也可以搭公车完成。真正的登山步道，大致是从镇大开始。因此先设法搭车到政大，就是交通的关键。政治大学没有捷运，但有多条公车路线可抵达，亦可搭乘捷运至动物园站，再转搭十分钟公车到政大，就交通上政治大学并不难抵达。新建于1931年的樟山寺，外观朴实而稳重，寺内供奉观世音菩萨。相传民国初年时，一位住在樟湖附近的居民，在无意间发现一尊形似观音菩萨的石像，
于是便诚心供奉，后因祈福灵验而信徒广增，便由信徒斥资建庙，经过多次修建始成经貌。寺庙居高临下，前方宽阔的广场是眺望大台北市区的绝佳地点。附近有三条登山步道，每逢假日，登山客与香客络绎不绝。是木栅茶区最著名的寺庙，二格山系著名寺庙除了指南宫外，就属张山寺最为出名。该寺亦视野极佳，台北盆地进入眼帘，经常吸引登山健行游客驻足远眺。而且附近茶园遍布，品茶游客不断，已成为民众游憩重要据点。以张山寺为中心点，有三条步道呈放射状，分别通往其他游憩据点，走，包括飞龙山步道、往正大环山道路、张山寺至南国小段及旧天宫步道。三条步道的起讫点都位于张山寺广场，飞龙步道的特色在于整条步道中间均有块石绵延不断，从远处望来像恐龙的脊椎一样，因而得名。樟树步道前身为猫空地区四通八达的保甲路线之一，近年来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最具特色也最热门的登山步道。顾及当地农产运输及民众登山健行的需要，樟树步道因此规划成平缓型的步道，即适合各年龄层休憩、赏景、共游。沿途以营造古朴的农村风情为主题，如相思炭窑、猪舍、牛车、茶园、飞塘、谷仓、土角厝、茶园、菜园等罗列其中，蕴含当地人文历史，且随着季节、花卉、作物的收成，步道呈现出多元丰富的面貌，值得民众前来品味体验。位在木栅郊区的猫空，处在台北盆地的边缘，是远眺台北的绝佳地点。可别以为猫空和猫有莫大关系，这地名完全是因为特殊的地理景观湖穴而得名。由于的直硬度不均，河床长期受雨水冲刷后变得坑坑洞洞，就形成了湖穴。当地居民称之为呢伊奥科昂，近似猫空的台语发音，而且是从日治时期就被记载流传下来。天气晴朗时可眺望整个台北市区，夜晚降临后城市灯火繁星点点，好不浪漫。此区拥有山坡地形和潮湿土壤，茶园产业得以发展。位于台北市猫空地区的茶香环状步道，是由小天空步道、健康步道、茶展中心步道以及湖穴步道所组成的环状路线。
由于部分路段穿梭在茶园与茶厂之间，沿途景观富有当地茶乡之意象，因此又以茶乡称呼。四条步道连走一圈，大约 2.5 公里，沿途路况良好，坡度和缓，绿意盎然，沿途可以看见百年老牛樟、潺潺的瀑布，像彩虹一样的长虹桥以及特殊的湖穴景观，是一条适合全家老少周末假日出门踏青半日游的路线。践行过后，还可以到茶推广中心里头品尝当地特产铁观音茶，或是继续往猫空方向观光，可谓轻松、悠闲又自在。大成殿步道连接指南宫和指南路，由于经过大成殿搬迁前的原址而有此名。这条步道只有短短700公尺，落差也仅有125公尺，是相当轻松好走的步道，同时也是台北市政府推出台北茶乡大纵走中的其中一段路。步道由整木与水泥阶梯铺设而成，从指南宫往指南路方向沿途皆未下坡，人烟稀少，林相相当优美，沿途还种植了许多山樱花，是著名的春游赏樱景点。四五月间还可来此赏桐花，落英缤纷的散落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中，更觉浪漫唯美。指南宫步道沿途有造型典雅的石灯笼分列步道两旁，加上从步道入口的牌坊、途中的中南亭等，不难发现步道的兴建起于日治昭和年间1926到1945，有着浓郁的日式和风建筑风格，极为古朴典雅而珍贵。约1200级的石阶，普通民众若想一气呵成走完，会是相当大的考验。幸好步阶宽敞，两旁还有樱花树、香楠、大叶楠等天然林加植，古木参天，阴深步道，环境清幽宜人，路旁也不时有座椅供人歇脚，因此成为登山践行、朝拜礼佛、享受分多精洗礼的最佳路径。